最近这几年呢，南树那边呢有非常多的发展哦。主要原因呢，是因为疫情这段时间呢，把大家呢都往温哥华周边吹。在这期呢，我们就介绍一下在南树里这边最新的一个开发项目，它价位呢非常亲民哦，一房只要50万起哦。我马上开始。欢迎回来，大家好，我是 Ken， 温哥华地产经纪。接下来呢，在这视频呢，我会介绍这个项目的发展商、它的位置、学区、附近的环境，以及带大家去看它一个两房的展示间。最后呢，会带大家分享呢，它现在目前的价格以及它的定金的付款方式。所以呢，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那在进入视频之前呢，麻烦先帮我用力呢按下那个 Like 按钮，让更多人呢可以看到南树里呢这么好的一个项目。那最近呢，我在帮客人呢做他一年一度的物业评估报告。如果你想知道呢，你的房子或者你的投资物业目前呢在市场上的价值，在下面连结中呢输入你的地址跟你的资讯，在48小时之内呢，我就会把一份完整的报告免费的提供给你。好，那这个项目呢叫做 South Haven， 它的发展商呢是 Park Ridge Homes。在本地呢，拥有30多年经验的发展商。它的项目呢以木结构的公寓跟城市屋为主。品质呢，我就相对就有保障，它有包含20-50年的保固哦。然后这个项目的地址呢，它是位于在 King George Boulevard 跟148街的交汇处。现在开卖呢是第三期的公寓项目，前两期呢都已经卖完了。那第三期呢是位于整个 site 的最南边，之后呢这边还有一些 townhouse 的项目，目前呢还不知道呢什么时候发展商会拿出来卖。那这边我们看到在这个区呢，大部分还是以独立物为主，那附近呢也有非常多的树，整个区呢是被大自然环绕着，门口呢就有公车站牌，但是你走路到隔壁呢就有商场可以买菜，以及还有星巴克喝咖啡，非常的方便。那距离南树里中心商场 Morgan Crossing 跟 Grandview Corner 开车呢只要5分钟，那走路呢也只要40分钟，就当作散散步走一下，来回呢走个80分钟，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开车比较好。这个社区非常接近高速，所以呢你上高速公路呢其实不需要经过市区里面的塞车啊，上去以后呢开车30分钟可以到温哥华市中心，到列治文，所以相对呢交通呢还是非常方便。那这个项目呢一共有47个单位，所以并不是很多，是一个比较精致的一个项目。那里面呢有一房加书房，还有2房单位。一房呢是由600尺开始，所以也不算是小的一房，600尺相对比较大的。最大的2房呢可以到接近1000尺哦。在学区呢，你说它这个区呢是学区房，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，因为它的小学呢是 Semiam Trail 小学，而中学呢为 Elgin Park。 在南树里呢，这种学校都相对是前段班的，开车呢只需要10分钟以内就可以到，当然啦如果能走路是最好啦，这个是有点美中不足的地方。好，讲了这么多呢，接下来大家去看呢这个发展商提供的一个展示间吧。它是一个2房2卫，这边既有856尺。好，那一进门呢的右手边呢就是一个开放式带中岛的厨房哦，然后呢它有白色的橱柜、石英的台面、白色的壁砖，它是一个木头色系的一个抽屉，还带有 soft closing 的功能。那单位用的是3星的家电套装，包括呢一个华人最爱的瓦斯炉头。那这边呢是一个大的水槽，所以想问一下大家呢，你们比较喜欢这样一个比较大型的，还是那种分一半呢可以有2边不同的？欢迎在下面留言。好，来到客厅了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一个9尺挑高的屋顶，仿木的地板 laminate， 格局呢非常方正，两个房间呢分别在2边，它也不会互相干扰。而它的露台我们看一下呢也是非常大的，但里面呢还有 barbecue 接口，非常适合夏天烧烤的朋友。那来到主卧呢，这边放下一个 king size 呢是没有什么问题。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走路式衣帽间，那在浴室这边呢有双洗手台，而它淋浴的空间呢也非常的宽敞。来到次卧呢，大家知道呢这些柜子呢都是布包括在里面的，是发展商设计的。那这边我们看到呢，它的电箱呢应该是位于这个次卧的位置。它在这边呢，我们看到是有最先进的有纸做的洗衣机哦，超强的，纸都不怕水了。没有啦，这是发展商呢，他是说他会包这个洗衣干衣机，因为平常他们是不包括这个洗衣干衣机在这个项目里面的。好，那全屋呢都是用电去取暖的，目前呢还可以加钱升级空调，在这个炎炎夏天的时候呢，有空调真是非常舒服的。好，那这边呢就介绍完这个项目了。最后大家想要最关心的可能就是它的价位吧。那这边呢就是每个户型的起价，如果大家呢想要知道哪一个单位的价格呢，欢迎可以 email 给我。发展商呢只要求定金呢10%，所以买一个一房
可能就是付个5万块钱，等到2024年的时候夏天交房的时候再付剩下的钱。好，那这个项目呢，预估管理费呢为4毛1尺。那大楼里面呢有设施，有包括有健身房啊、娱乐室，以及超过7000尺的户外活动空间哦。那如果你喜欢南树里这边环境的朋友们呢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项目。总共整个大楼呢也就47个单位。你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可能又卖了一间。哎，我有电话来。喂，哎，王先生，想看 South Heaven？好，没问题，我们等一下见。OK， 好，我现在带王先生去看房了。那记得呢，帮我点赞分享呢。如果想看 South Heaven 的朋友们，也麻烦呢电话跟我预约时间哦。我们下一期再见 ，Peace。